到了这家南港的 Bogart Steakhouse。今天是不是太早来都还没有人？全部到齐再入内 ，Enter with total full。Wait till you see. Not exceed it。啊，人要到齐才能够吃哦。Tuesday to Friday， 十一点半到七点 ，Saturday。哦，好香啊！四种不同的 sauce， 第一股妈妈原味 ，Carolina Sweet， Mississippi Nut， 不错，太香了，我已经饿了。越来越多人，排队，排队出来了。没有，干的是下雨啊，但是感觉不很湿。老板人很好，所有人先进去。哎，今天超冷的，老板人超贴心的，是吧？他会先开门，让我们先进去。赞。哎 ，Morning， 早安。好冷。好冷哈。对。进来，这里有暖炉。好，要在这边先点。对。我点一个酱烧牛胸肉大份。大的，然后会有一个配菜。一个配菜。对，配菜有五种选项在这里。加五十元可以再点多一份配菜，对，一个 mac and cheese， 好，再加一个高丽菜沙拉。高丽菜沙拉有需要饮料吗？不用。好，可以买。好，可以刷。是第一次来吗？对。好，那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酱烧。可是因为我们酱烧已经够味了，但我还是跟您介绍一下，你可以沾上配菜。好，嗯，独酱它甜甜辣辣的，嗯，它现在品尝是烟熏口味的 barbecue 酱。三明治芥末加黑糖蜜粉，对，吃起来甜甜的，对。Okay. 第四瓶比较酸一点，它是醋，醋加了很多香料，所以用前请帮我摇一摇 ，OK？OK， 慢用。好，谢谢啊 ，Thank you。包包可以放这边。好。终于吃到他这边的哇，我有这么多。我的肉哎，你有机会吃过吗？特别好，南京的肉串，天气好。来这里，你坐好，坐好。他说他这个酱烧的肉味比较黑一点，这个可以发出那个 no sauce。到了夯麻辣跟天外天，今天要来吃到饱，它的价位超便宜，大概700多800就有了。你看它有什么干贝烧、酱烧腰子哦，我超爱吃麻油腰子，酱烧帝王螺听说也超赞，扇贝啊、海鲜贝，还有什么节瓜哎，很贵的，然后剥皮辣椒猪肉卷。战斧猪排，咸猪肉也是贵的，也有。然后大肠、鸡心、鸡软骨、七里香屁股也有，还有花雕的鸡丁、柠檬鸡柳，这个羊肩排、迷迭香沙爹，孜然也有。哇，这个味又非常大。蓝钻虾、鲷鱼、青鱼、柳叶鱼有蛋的。炙烧鱿鱼花枝味噌花，它基本的肉片有什么？梅五花、梅花猪、低脂牛，这个切片应该就比较少会点。厚片的韩式猪小排、牛小排，还有这么大片安格斯嫩煎牛排、肩胛猪排、松板猪，这么贵的哦，松板猪。还有牛肋条、骰子牛，天哪，这么大一片双酱牛排跟嫩煎都很大，这样子。哇，然后还有火锅专区，这些火锅蔬菜之类的太多了，它这边的菜都可以无限拿的，这种鸡心，
里面一整个料，还有双喜，水果也蛮多的哦，还有木瓜，这些小菜，生啤酒喝到饱，还有沙瓦，还有手冲咖啡，还有哈根达斯的冰淇淋。超好，还有茄子，还有腰，那蛤蜊也超大颗的，猪肚，还有那个排骨酥，还有蟹、虾、猪肝、猪心之类的。后面还有那个茭白薯，还有提供很多啤酒，不同的啤酒，还有这种大瓶的1664的，还有 Summersby。Elderly flowers, blueberries. 嗨，今天又可以来吃大餐了。最近工作好辛苦，好好吃一个大餐。今天来吃夯麻辣，它只要一个人744加一层，差不多800块。它的料超级好，来看看有什么料。哇，这个松板猪，还有什么双酱奶。骰子牛，哇，蛤蜊超肥的，这是哦，这是吃完了。看、嗯，还有火锅耶，也喜欢吃锅，喜欢吃火烤。新送的和牛，还有这个打卡五星送的生蚝，生蚝要烤久一点。好辣！还几岁寿星？几岁寿星？50了吗？哎，还没50。这样不怕你吃天使龙虾超大 OK 啊，和牛，它的和牛不是非常软，可是也不是硬的、哦、就觉得是 还不错的和牛。然后就是你拿的时候小心，不要烫到客人，不要烫到自己，然后尽量就是放屁不好意思嗯、啊，这个新的给你们哈、哦，啊，等一下我帮你转少一点，点点比较容易烤焦哦。好、哦，谢谢。我要烫坏。它烤完的话，它通气，然后我们自己建议的话是，烤到两面会有点焦焦的话就可以用。去拿起来。